沈姑娘，时间到了。我知道了。沈姑娘，沈姑娘，沈姑娘，感觉身体如何？还好。以后你若再有不适，该怎么办？若顾寒光还在，这话让他听到又该生气了。总是给他找事。寒光和千锦经历那么多事，最终还是错过了。 老天爷随意拨弄的命运，还真是让人唏嘘。你我的命运不会被这般轻易拨弄。母亲，我们总会找到解决心魔的办法的。总会有办法的。 Oh.